gotta crap out on me now? Done me a big favor, Miss. iPad Pro 12.9寸跑出来的分数是742885分，CPU 跑了184575分 ，GPU 跑了376120分 ，Memory 跑了104233分 ，U 叉跑了77957分，总共就是742885分啦。这个分数应该是它的合格的水平吧。应该正常的啦，因为我没有看过其他的人家跑的那个安卓分数，我待会再补充一下。好，就是这样。那网络上有人分享他是跑68万啊，那我这边是跑74万，可能每一个人的 iPad Pro 跑的分数会不太一致，或是每次重新跑也会可能不太一样，所以这个数值就给大家参考就好了。好，然后 iPad Pro 最新的技术应该是这个量测仪啊，然后它可以直接标示矩形，它会帮你侦测到是矩形，你可以加入矩形，它都帮你算差不多是6公分跟5公分，它有一点误差啦。那可是如果是以方便性来说，我觉得这个还蛮方便的。然后一个笔的长度呢，笔的长度好像不会帮你标，你要自己按。然后它可以按加入脸，加入脸按下去，然后再往下跑到你要量测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好，就大概帮你只算了16公分。然后你可以再从它的中心点，然后再拉线啊，这样子，就是你要量东西还蛮方便的啦。虽然我也不知道量什么，量衣服啊，是鞋子尺寸啊，还算不错，方便啊。OK， 就是这样啦。好，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看图片的时候的画质怎么样。那因为还是用相机录的，所以它画质。跟你肉眼看还是不太一样，那我们先看这个桌布。
那我已经把萤幕的显色开到最亮，然后那个色彩的是用原彩的方式的模式下去显示的，应该还不错吧，各位。然后顺畅度，从画面上看应该都还不错吧。好，再来我们的画笔，然后画笔它可以有轻重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用铅笔，铅笔，轻轻的画，用灰色，轻轻的画，大力的画，轻到重，轻到重，这它是有。跟你的笔触是有关系的，笔触的力道。它几乎不会有延迟感啊，所以我觉得你有在画图的人买 iPad 是很划算的。哦，顺便讲一下，我买的是 Apple Pencil 2。OK。大致上是这样，鬼画符。好啦，我还是有画一点作品啊，以后再跟大家分享。这还在练习当中，然后不要看到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我，我也不太熟悉啦，就是它可以用一些多功能视窗，啊，比如说我把 Google 也叫出来。好，把 Google 叫出来的话，多功视窗。好，我想一下，我每次都是这样用，按着，我有时候会失败，把大格叫出来，压着，然后移到这边，看到没有？它会移到这里，就可以做多功视窗了。那就一次看两个页面。那我记得我的这个也可以用。那它最多好像只能两个而已啊。对，然后假设我要画图，那我就可以参考这边的放地，有没有？很方便。那我可以参考这样子，主要参考的话，就是所以他们才会说，这是 iPad Pro 可不可以取代电脑的一个。宣传的标题啦，那你要取代电脑还是有一大段路要走，但是就是还算蛮方便的，这个操作方式也很顺畅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等我用上一阵子，再跟大家分享我用 iPad 做了一些什么事情。那希望频道欢迎订阅，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 跟 FB。谢谢大家，这集收看，拜拜。